好打。为什么说好打呢？刮他一条，他想跳我，他如果跳我，我放个 W， 他肯定会被我减速，懂吗？再 W 一下，他跟我搞发育，他就亏了呀。他跟我搞发育，再刮他一下。咱们多用第一段 W 去消耗就行了。谢谢你吃五香麻辣牛肉送的一个飞机啊，谢谢老板。有人说主播会解说吗？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生就会的，不会可以学，对吧？嗯。咱们两级跟他对拼肯定拼不过他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Q 过去呢？当你一套可以斩杀对面的时候，你就 Q 过去。当你不能斩杀对面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 Q 过去，因为你会被他放风筝，懂吗？所以说现在目前呢，我们只需要放第一段 W 消耗就行了啊，玩消耗。如果咱们没有机会可以杀他呢，也无所谓，因为他跟我搞发育，他其实亏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是一名刺客，而他是一个 ADC， 而且是个最好杀的 ADC， 没有之一。W。QA 这一点来 A 叫闪就行了。好，确定吗朋友？你在一个 QA 你不死，你很危险呢。不过塞拉斯这一波可能会过来抓我，我这一波也相当的危险，因为塞拉斯这一波应该把蓝 buff 打完了，他肯定过来抓我，赶紧把这波线给他补了，升个四级。好，现在我就不怕这塞拉斯了。这个滑板鞋只要给我吃了一套被动，他就必死。他这个血量，但他有闪现呢。W 一下，上肯定上不了，上肯定上不了。允许总部允许我回家吧，总部。回家一下，走和回家一下。那感觉不赚呢，他这一波跟他换了赚啥呢？推一下。推了。咱不要强行去杀一个人，这把对线滑板鞋主 Q 就行。主 Q 副 W， 回家一波，走。谢谢小姐姐晚上好送的，谢谢碳酸饮料李雪碧送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碳酸饮料。咱们回家直接来一个提亚马特就行了，走。975块钱提亚马特够了，钱是差不多的。谁坠机了？满月坠机了吗？满月，谢谢满月送的两个飞机啊！谢谢满月，爱你，谢谢老板。你别看我这一波没杀掉他，等我到六级之后呢，他就是我的提款机了。现推一下，好吧？你别跳啊，小逼崽子，溜了，偷一组 F 六。现在没必要跟他苛求于线上消耗了，刷野，等到六级咱们再跟他打。哎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，这个他老跟他换、亏了呀。上路其实有机会，来来来看一下上路有没有机会翻墙支援一下。小丑只有五级，他刚才把隐身交了啊，来了老弟，看一下队友能不能帮一下翻墙。 W 好稳，够稳健啊，回家一下。这小丑这个英雄有什么好玩的？丢丢飞镖，感觉没什么意思呀。走，
鳄鱼好像不太好杀他。咱们这一把的话，目前我的伤害是杀不掉对面的，而且这个滑，而且这个队友呢，还送他两个头，飞了。这塞拉斯是个突破口，这一波塞拉斯会去打他的。他回家了，回家那就算了啊，回家我们把线推了。伤害好高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滑板鞋这伤害为什么这么高呢？谢谢子弹送的飞机啊！谢谢子弹，不是他哪来这么高输出呢？你看，你妈没看懂，就 A 几下就 A 几下就，我这把没带护甲是吧？不过没关系啊，不需要带护甲，因为我打他只需要一套了。谢谢子弹送的飞机，我来想一下这把应该怎么玩。先怼长剑嘛，先把这个滑板鞋给他杀一波，再去游走吧。我觉得以他目前的血量，一套应该是有机会可以一套给他秒了。走，我们简简单单尝试一下。但是他有闪现的呀，翻墙。他要补这个兵对吧？看好了。你干不干你？你好像个鬼你！还在那里蹦了蹦了蹦了。他交闪现没有？这个好像这个应该是没有闪现的吧？先推一下。就是我们想杀他是随时可以杀的。咱们现在既然杀他了一波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游走了。因为我杀的不是人，我杀的是他的锐气。走，回家一下。感谢残月送的一个飞机，谢谢残月。削削他的锐气，回家买一个三速鞋，再来一个长剑，走，接下来就可以帮助队友了。比如说这个下路，两个空就很好抓，是吧？这把上路，这把咱们不要去上路，这小丑不仅有隐身，而且呢还有一个大招，非常恶心。回了 W， 伤害确实还可以。偷个鸡来，现在咱们有事没事就偷偷鸡喽。溜了，给他推，现在毕竟咱们没有大，给他推一下，毕竟他是射手。好吧，我们是刺客，跟他打肯定是吃亏的，因为他平 A 都有伤害，而我们只需要靠技能。再推一波兵线，给他兵线推一下。好，下路好像有机会，先把眼排一下。我们直接去下路，下路机会是打大地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这一波起步是死一个人的，漂亮，死两个了。翻墙，扫描开一下 ，Q A W， 大招隐身 A 一下，可以 ，Q A 一下，往后拉，漂亮，学会了没有？我这个三速鞋，他一波零步微步躲了他一波 Q 技能。这一波很细了呀，回家一下，溜了，小小拿了两个小头，翻墙 ，Q， 詹姆斯是外交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手太快了，回家来一个巨蛇短臂，再来个战锤，你看，游走比你在中路单杀对面舒服多了吧？对吧，舒服多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没有机会了，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，
好家伙，推塔，吃一层塔皮，谢谢雨神吃波烟送的时空战机，太帅了，感谢老板送的时空战机，推了，推一下，这个时候肯定会有水火，这一波我们应该做什么，阴一下，可以杀火男，也可以杀 ADC， 都可以。被看到了，太夸张了，翻墙，大，不要吝啬你手中的技能，二 Q 就可以打出被动，再拿一组河道蟹，顺路拿河蟹，你要知道这一波是顺路的。你看这一波其实我可以刷他的三狼，为什么我没去刷呢？因为正好绕一圈，对吧？回中路，这些都是顺路顺带的，一波那个野怪，懂吧？咱们刷也不是刻意的去刷。比如说我们去对面野区逛街的时候，正好你看这一波我准备回家了，对吧？正好往回家走，偷个鸡，正好顺路的，对吧？顺路带点土特产，不是刻意带点土特产，这个你要知道啊。像这一波我就不会去刷他的石头人、蛤蟆这种，对吧？这个路线呢，就是不是最短路线，有点浪费时间。总的来说，好，咱们现在这个木刃这么一做，接下来就是提款机了呀！看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就是提款机了。杀谁呢？没错 ，ADC 非常的好杀。现在开始我就要杀这 ADC 了，现在杀他只需要一套了，有可能还不需要用大，说白了，那草里有个人，溜了，吓人，他拔不出来，他的毛拔不出来的，因为这一波的话我隐身了，只要你的毛离他很远，他就意不到你，咱们先回家一下，有点危险。漂亮，一个没死，还有日女这一波是什么意思？日女，我看你是蚂蚁日大象，有劲使不上的你，这一波上是什么意思？感谢奥特曼巨巨侠送的一个两个飞机，嗯，可以，感谢老板送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谢谢居居，谢谢小迷妹送的一飞机啊！谢谢小迷妹的凡，感谢凡哥，谢谢凡哥，推了，推线线。嗯，接下来大家想看我杀谁，请把他的 ID 发在公屏上面。吃塔皮，对面这个阵容不是很好，伤害高。没有前排，飞了，确定吗，朋友？你好像有点膨胀，你搞不清楚自己定位了。你有一说一，还有你搞不清楚定位了，你 W 闪搞错了。来了，老弟，哎，伊泽瑞尔来了，溜了啊，溜了，老弟，溜了。排眼 W Q A 来了，老弟。是我的刀快呢，还是你的魔法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你上当了。拿个石头人，好像没有。石头人有点难打，偷一组对面的小鸡吧。再把这个，我操，这个伊泽瑞尔好像有点膨胀的伊泽瑞尔。他一杠一不怕我吗？我七杠零呢，我操，你就敢一我脸，你不要给我逮到了，小老弟啊，你要给我逮到了怕是有点危险。机会 WQA 你扫啥呢？扫啊，还在扫出个人来了，就问你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是不是推了？这火男都吐了都，嗯，
你有仔细的计算刀锋的一套秒人技能需要几秒钟吗？只需要0.5秒，兄弟们，不跟你开玩笑，0.5秒就够了。来个幽梦之岭，下一件买个夜之风刃，只要把夜之风刃买了之后呢，那就是说实话就是提款机了，对面就是5个提款机。因为接下来我的伤害只需要 Q2 两个技能就可以杀一波后排，看好了不要眨眼，兄弟们，我现在是不需要用大的翻墙 Q 接点蓝死了，射到了 A 一下， A Q 一下，漂亮，看到伤害没有， ADC 我一个 Q 接平，接一个 W 接个点蓝就死了，不跟你开玩笑，下路来干可以不，他已经死了，翻墙。哎，怎么火男不是在这边吗？这火男怎么在塔下呢？你像你妈和魔校中人，我上鬼子杠子这一波，这波连杀两人三人，夜刃差点钱，夜刃1600块1400块，兄弟们，今天粉丝团亲密度1.5倍啊，大家可以把背包里面免费的荧光棒可以送一送，好吧，免费的礼物，这个系统赠送你升级粉丝徽章的，大家不要错过了啊，升牌子的，你牌子越高，到时候我们私底下深入了解的时候就是方便一点，懂吗，深入了解一下，偷个小鸡吧，不没关系啊，刚才那一波死其实无所谓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，这把其实我可以让对面任何人起来没有用，因为现在我的装备已经很恐怖了，到达一个恐怖的级别，先推一波小线，感谢雨神吃波烟送的3个战神飞机啊，时空飞机，哇好，谢谢老板送的3架飞机啊，感谢老板送的3个鸡，爱你。有人说送塔不香吗？塔送不了，老弟，14级了，等级很夸张。绕一下视野，准备开始偷后排。他们应该会去打他的小龙，啊，支援小龙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波呢，我可以在哪个草里阴他呢？这个草有眼，可以。下路看到滑板鞋没有？来了。他已经死了，幽梦一开，然后呢翻墙 W， 我不敢去，人太多，谢谢魔教冷月送的33连击办卡呀，谢谢冷月。咱们这一把的话要稍微注意一点，因为对面这个阵容伤害高，只是没有前排而已，如果你对面你给对面控了一手，你接下来被连环控的话会死，好吧，所以说在团战里面为什么要出夜阵呢，买个保护膜增加咱们的这个安全系数，这个小丑一时半会儿杀不了， Q 闪你反应得过来吗， Q 闪啊，这里有眼呢，但是我用闪现他就反应不过来了，推一下，嗯，这人心里没有点数，这个人啊，推塔，操了个 DJ 了。接下来，你不死个8次，我头都给你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接下来咱们给伊泽瑞尔好好的调教一下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来个进食出一个，增加点肉。接下来我们给伊泽瑞尔给他。那个调教一下，调教一下，给他上个课，上一课。这个人伊泽瑞尔这个 ADC 不摆清 ADC 的位置了，这么敢一个刺客的脸，可以。而且我们是那种很肥的刺客，他居然敢依我的脸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看好了，兄弟们，先拿一波小三郎。想杀伊泽瑞尔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步，去
去对面野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接近他，第二步一个 Q2A 即可秒杀对面。不太想杀这个人了，翻墙 AQA 当一传 A 减速 WA Q 三杀拿下，翻墙绕视野扫描开起来，翻墙别怕，这里没有眼，机会来了，他们会可能会过来。你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输出了，你好像个魔教非主流，空手套，铁布衫，打爆你的头，信不信？看到输出没有，兄弟们？什么叫极限反杀？黑切来一个。刚才其实我好像这里不知道啊，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有眼，应该是小丑看到我了。讲道理，我刚才看到我的木刃没有转的，小丑应该看到我了。嗯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大龙，咱们可以逼他们开团，我们其实可以拿一波大龙的，来过去搞他一手，简单的搞他一搞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嗯，太好了，兄弟们，千万不要眨眼，接下来看到伊泽瑞尔没有？嗯。视野不是很好，视野不好。这里有眼，这里这个有点膨胀了吧？这个有点膨胀了吧？操，这也行吗？帽子戏法，被耍了一手，浪费了个大，回家一下啊！这个小丑。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小丑的等级会这么高，没有看懂。小丑二杠四杠五九十五刀，24分钟才补95个刀，但是他有14级。我们家鳄鱼186个刀，3杠2杠113级，咋的了？这个小丑开了经验挂呀？没看懂啊？支援一下，上不了。好，他已经死了，确定吗，朋友？好，你在蹦他蹦他蹦蹦啥呢？蹦啊啊！我的伤害你顶得住吗？推一下，嗯。一打三，来了一波零换三，漂亮。我们直接推中路高地应该不过分吧？推一下，小丑敢过来瞅，对不起，我的刀可是不长眼睛的。推了，他肯定不敢守的。溜了。马祖红 buff， 他们要打小龙，先把这个眼给他排了，他们肯定会过来，假装走，漂亮。哎，我有魔的呀，哥哥，你好像个二嘚儿，你好像嘚儿，你好像，这600块钱不香吗？这600块，非要跟我换一下，我大招不值钱的呀。嗯，但是你这个600块就值钱了呀，我大招不值钱，你600块值钱呢。嗯，兄弟们，咱们最后一件出一个什么装备呢？肯定会有谁会问，对吧？最后一件买一个板甲，然后买一个巨型九头蛇，增加咱们的爆发和坦度，好吗？而且增加咱们的血量。在团战里面，我们可以如鱼得水。走，
相当的漂亮，看好了，不要眨眼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就是屠杀的环节了啊。其实我们可以打大龙，因为中塔已经没有了。草里有个人，草里来，来了，老弟，跑啥呢？跑，他有闪现，我吐了。没事，我三速血，不怕他控我。其实我这一波提前应该开个E技能的，把巨型九头蛇开了。说实话，这一波伊泽瑞尔就死了，伤害够了。提前开E技能，你看，这E技能就相当于你一个平 A 多接了一个平 A 而已。推。然后呢，直接推塔，这波龙应该可以拿。小丑过去了，塞拉斯也过去了，绕一下视野，来，漂亮，侧翼音响幽梦开起来，这里有眼，很好，翻墙一波终极 AOE， 然后呢，终极 Q 打出被动，再接 W， 刮一下他死了，巨型九头蛇接爆发，接点蓝，不用理他，他已经死了，往后拉，躲一下技能。再翻墙走，鳄鱼没有闪现，不太好杀他。翻墙 ，Q 接平 ，W， 没刮到，可惜了。我好像被上点燃了这一波，直接推塔，推了，推了，死不掉。伤害差一点，感谢叶总送的一个飞机啊！谢谢叶总送的飞机，谢谢叶总，叶总大气，感谢叶总送的一个性感大飞机。